原来不努力真的会被抓去继承家产。为什么我的奇妙男友二的女主角是你？因为我有钱吗？因为我带资进组。皇后厉害，有希望嫁入豪门吗？更好的条件。拿多少了？5000。大家不会以为老秦是真傻吧？你中间好像也是离开过一年。我18岁我走的，是因为我18了，我父亲就强制性让我回家。就学做生意吗？对，你就在这待着就行。终于知道少爷为啥能演桑爷了。那价值肯定是5亿。董，你现在给我5亿让我去干嘛？我直接傻掉。找一个基金专家，然后给你年化率。这是商学院来学的。对，可惜我没上商学院。不用，你雇商学院的。什么想和苏浅做朋友呢？然后我还想要借5万块钱。有，我有我就拿给你，我没有我就问别人借，反正肯定把你搞定了。当年就是网上就说这个我们家西安首富，我郑重澄清一下，不可能，先前三。人人骂 baby， 人人想成为 baby。 是也买了不少房子，有在手里出不去的，没打算卖。我不缺钱，干嘛要卖？贵1倍平方的别墅啊！这个成本多少钱啊？5000块钱一个平米，100万成本吧。只要你能画出来。工具应该能明白嫁入豪门的乐趣。花海，过来，看看花海在干嘛？让他过来一下。这么快干？我不要那么开呀！我不要那么开呀！做行李，我的行李都在这里。原来唱歌对玲花来说是副业。你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羊肉。待会儿把地址给我留下来啊。你花姐2万吧。真的、啊？几千？几千我肯定有了。羊啊，几百只是有啊。钱不钱的无所谓，只要这个礼送进了心里。我不太玩游戏，我托朋友就给你整了一套你账号里没有的50个英雄。哇！和140个皮肤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一会儿你上你的账号就能看见他们出现在你。太浪漫了！决定呢，送一个礼物，就是你最喜欢的 A186。A186。250匹，整个秋名山3分多钟的 A186，感谢杰伦哥。杨幂堪称女性楷模。我卡里真没钱，我钱都在公司和我爸那，我爸可能定期的会给我发点零用钱。但是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啊，怎么会杨幂的卡里没钱啊？不是这个5万10万还是有的，甚至就想说，如果他是因为我有钱跟我好的话，我太开心了，因为我有钱。